师妹啊，关于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啊？什么打算？现在心里正乱着呢，正在考虑之中。这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福斯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汽车公司啊，咱们那么多同学里边就挑中咱们两个人，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！再说，这不说明咱俩特别有缘分吗？我还正纳闷呢，那么多成绩好的同学不选，单单就选了咱们俩中国人。这我想啊，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目的，这可能跟咱们国家这个高速的经济发展应该有关系。哎，胡新民啊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，别到时候现在还没考虑好你要不要留下来。我知道你犹豫什么，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，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就是来学全世界最先进的汽车技术，你可别因小失大犯糊涂啊。魏民，你说这件衣裳那么贵，你买的时候都不眨眼，你说我穿着能好看吗？怎么不好看呀？啊，你早就该打扮打扮了。就好像跟我有多难看似的。我这不是没时间打扮吗？光孩子就够我累的。又拿孩子说事儿，哎，生孩子人多了，谁像你似的？哎，没事脸上洗完脸抹点油，脸上的肉都坠下来了。哎。说什么呢你这就嫌弃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老了都是因为你和孩子把我累的。好好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你一点都不老，愿意什么样什么样。一点也不老，再说老啊，我就跟你急。你以为我不想打扮呢？我第一是没那功夫，第二不也没那闲钱吗？以前真赖我没本事，那我现在不是能挣钱了吗？哎，你别说啊，还真是，你现在呀是挣钱多了，这要搁过去，这么贵的衣服哪舍得给我买呀？你就放心吧啊，我这钱是越挣越多，哎，早晚有一天呀，我让你这钱随便花，打着滚都花不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上妈那屋看见小涛去啊。哎。别看了，你阿姨出差了啊，坐。哎，金光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嗨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对了，车夫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嗯，还行。你看，我这下个月也退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这所有的书籍还有这个资料啊，你能用得上的全都拿走。嘿，还真不少。行，待会儿我挑挑啊。好。喂，莲子呀，新平，我告诉你一好消息啊，我马上毕业了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，这轮子呀总算是熬到头了。哎，你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最近新平跟你联系了吗？告诉你啊，新平要毕业了。是吗？本来他是想啊，一毕业就回国，可是出了点状况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别着急啊。新平在美国呢，学习非常刻苦，经常呢拿到 A 等成绩。就在他要毕业的时候呢，很幸运的他被美国福斯公司看上了。你也知道，新平辛辛苦苦的到美国。就是为了学到最新的汽车技术。可是，要想把最新的技术学到手，光有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的。这么好的一个实践机会，对新平来讲很难得，对他今后的发展呢，也是很有好处的。开始啊，新平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，是我劝了他半天，最后他才同意了。哎呀，行了吧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想让轮子等你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反正我知道，我肯定是会回来的。
那还不得猴年马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你还说我呢？你别忘了，当初轮子一出事儿，我立马就要回来。是你跟我说不要辜负了轮子的期望，我才没有回来熬下来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，咱们国家和国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很迫切的想学些东西。我现在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个儿。我相信轮子他会理解我的。星光队，您叫我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啊？我想跟你说的是啊，他可能近几年都回不来了。你看，你到现在都没交女朋友，别让他给你耽误了。我提醒你啊，新平，你别仗着轮子爱你，一直傻瓜似的等着你，你就这么踏实。人可都是会变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有别人追了？你也不想想，就轮子这样的爷们儿，能没人惦记吗？你少废话，你赶紧告诉我。你现在着急了啊？哼，那现在没有，也不代表以后没有吧？行，那我现在求你件事儿。你还好意思求我呢？哎，行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帮我盯着轮子。一旦发现他身边有别人，你立马告诉我。哥俩，我看上的就是这家店，搂搂吧，还行吧？这地方真不错，哎，哥，你怎么找着的？比想象中好多了，真的。我就知道吧，你们得满意。这老板姓田，咱们进去和他聊聊去。行。哎，你来，欢迎。你好，这是钱老板。你好，这我俩兄弟，我今天带他们过来，就是来看看您这地方。啊，这间屋啊是办公室，食堂跟卫生间都在后边。你们自己看看。自己看看。哎，好的。带他们哥俩看看，看看心里就踏实了。你们几个老板要是商量妥了，是不是给我留点定金呢？那这是应该的。田老板，您也不是外行啊。别说您这地方还真不错，肯定是不少赚钱。怎么了您？干不动了啊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跟李师傅说了，我老家是河北廊坊的，在北京啊也闯荡了七八年了，岁数也大了，一身的病，就想落叶归根。再说呢，我老婆孩子呀，在老家呀也盘了个本领，我是着急带钱回去。我琢磨着呀，在北京啊是挣钱多点，可是多少是个够。这岁数就想跟家里人呢过过像样的日子。那天李叔从我门口过呀，看我挂着那个转让的牌子就进来了，跟我一聊，哎，我们俩还挺对脾气。他是正儿八经的修车工啊，这个店交给他呀我放心，挣多挣少就无所谓了。听见了吧，这田老板啊绝对是一实在人。我看这事儿差不了，要不就定了。田老板，我们哥仨呀也是实在人啊，特别有诚意。你说转让这钱吧，真的不多，但是也不少，我们得筹措筹措去啊。这么着吧，也甭定金了，只要我们哥仨定下来，过两天你就再过来把合同签了，不就结了吗？您把合同准备好，我们下次呢把这转让金给带过来，咱们就签合同。行，
志林，你还二步什么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再着急啊，也不在乎这一两天。我准备调查调查周围情况，再上工商部门还得扫听扫听去。你还真不嫌麻烦？我姐夫那是细致。这么大角色，你心不细哪儿行啊？兄弟，我没说你错了呀。地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，怎么了？你看啊，这边这车行，这车这么多，老田这边呢，一辆车都没有。也是啊，你说这地段都一样，老田这边又把着街口，他又不是傍人，怎么生意差这么多呀？还有啊，就这胜利车行，就这些人看着可都不是善茬。怎么没看见？刚才咱过来的时候，你看那光头，一个劲儿的跟咱反正。你说这老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咱们呢？要不然咱回去问问去。田老板，这买卖不成啊，人一在，您也是一实在人，要不您就跟我们交一底儿，到底有什么难处，为什么不干了？您就跟我们说说，这样我们哥仨呢也好帮帮您。跟你们说句心里话。这个店呢，也是我几年的心血，不是我不想干了，我是真干不下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没看错，就旁边那个店，从老板到伙计没一个善茬子。那五大三粗的黑小子叫全子，是他们老板的朋友，整个一泼皮生虎子，就是这边的一霸，也算我倒霉。当初稀里糊涂就把这个店给接了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他们的，就为了这个店出过官司，还伤过人，他们一直惦记着弄过去。自打我这一开张啊，就没少挤得我，什么坏招损招都使上了。我这最好的修车工，我这儿的老主全给我弄走了。咱一个老实人惹这闲气儿干嘛呀？我好歹坚持了几年，实在是没法干下去。我这刚露出转上车行的想法，他们就知道了，非要接我这个店。接我这店也成了，咱好好谈呢。他们出的那个价格简直就让我白送。我心里话，我就是便宜给别人，也不给他们。感情您是让他们给挤得走的呀？他们有那么厉害吗？照您这么说，那不是一伙流氓吗？那个流氓不流氓的呀，反正是他们的阴招损招啊层出不穷，让你防不胜防。尤其是他们那老板，哎，别提了，提起来啊，我都瘆得慌。你说咱哥仨要真干了，还这么一邻居，得多大麻烦？得，田老板，对不住啊，这事儿咱算了吧。田老板，那要这么着的话，您这店我接了。哎哎，你接什么？你都听见了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就听不得这个。咱们修车靠的是手艺，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什么呀？这算什么东西啊？田老板，你就踏实着啊！如果你这店没有别的事儿，就这点事儿，这店我还就接定了。我说轮子，咱这小车行啊，已经把你给累坏了，你说你还要干这大的？你还有那闲工夫吗？爸，我呀现在什么都不怕，还就怕闲着。金平在美国已经上班了，也不回来了。其实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是人没有不变的。美国什么社会啊？资本主义社会。哼，别说在美国上学的金平了，哎，恐怕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金平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是我的，他就是我的；不是我的，咱也不惦记。行。你想开了就行，你想开了吧，我就劝你几句。你爸我这岁数啊，一天也比天大了，你赶快找个姑娘结婚算了，我着急想抱孙子。又来了。严厂长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啊？那老杨提了好几次了，也是干咱这行的，还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，
人长得挺标致，那就是比你大几岁。那大几岁又怎么了？那咱这家庭，那还找什么主啊？你都想见不想见呢？不想见。不想见不行。哎呦，这都几点了啊？就是，我李大叔可说了啊，你要再不上北海跟人见面，就跑车库里抓你。我可跟你爸在电话里都保证了，说你肯定去。不是，哪怕去应付应付，你起码给人严厂长一面子吧。你就这么想哎？如果人姑娘到了，你没到，严厂长那面子往哪儿搁？往哪儿搁？说我爸真够烦人的啊。行，去就去，不结了吧？多简单的事儿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文文哥，那姑娘要是漂亮，就好好跟她聊聊；要是难看，两三句话一打发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把姑娘收了啊！哎，兄弟啊，让你提出了钱，提没提啊？我跟那田老板说好了，下星期咱就签合同啊。我觉得这事儿，咱哥仨合计合计。反正我老觉得这地方有点太扎手了。什么意思？感情你是故意不许提的？北明，你想想啊，不就有几个小流氓吗？就这么点麻烦事儿，为咱省了多少钱啊？合适。秀伦，既然你今天陪着我，沿这个湖边走了这么一小圈儿，没话说的，我应该谢谢你。我发现你今天完全是来应付差事儿的，这一路上也没什么话。嗨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一杵窝子，有时候见着生人嘛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是吗？可是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你好像不是这样一个人啊，挺能说的。看什么呀？85年那年，行业大检查、大比赛，你修的车呢，评分得了第一。领奖的时候，领导让你上台去讲话，你一点也不怵啊，滔滔不绝的讲个没完。哎，那天你也在台下？对啊。哦，感情那次参赛的唯一的女选手就是你啊，嘿，我就说嘛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哎，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也得着名次了。哎呀，我比你差远了，我只得了一个第五。哎呦，这女选手能得第五名，相当不错了。女的怎么了？不，我是说啊，真的得第五不错了。哎，没进前三，分扣哪儿了都？全扣在那个精确度上。我跟你说。这跟我修那个车有相当大的关系。修什么车呀？哎，你那什么车呀？东风啊。跑了多少？差不多8万多公里。你看看，我修的也是东风，可我那车跑了10万公里，我这精确度能行吗？我得第五我都不公平，我跟你说。你不是强调客观吗？你说一卡车多跑了2万多公里，那真不是一事儿。那我问你，这60岁的人和70岁的人身体老化程度能一样吗？但是你作为大夫，哎。这病人不管多大岁数，咱是不是得把病给治好了？对不对啊？不是你这样的，你不讲理啊！你这个真不是不讲理。要不然咱俩试试，你来修那个10万的，我来修那个8万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没问题啊！你把车找来，我随时奉陪。我轮子哥还没回来呢。嘿，看样子这轮子跟那姑娘还真有的聊。关键是吧，我走的时候还一点信心都没有呢。我心想，这保不齐到了地儿，还不得磨头就回来啊？看来这事儿有门。你们说轮子对象的事儿呢吧？你也知道了？我听李大叔说了，说严厂长给介绍的。哎，晚上吃什么呀？吃什么吃啊？这轮子可真行啊，这就谈上对象了。废什么话呀，这轮子多大岁数了，早就该交朋友了。爸，我留饭了没有？留了，不要了。晚上吃过了，吃过了。跟姑娘在饭店一块儿吃了吧？啊，不是，怎么样了？就是啊，他还跟人吃饭了，还美滋滋的。这轮子交朋友
他急什么呀？怎么着？啊？啊？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姑娘条件可挺好的，得聊到这玩了，有点感觉了吧？哎，爸，说真的啊，像素芬这样的修车女工，可是咱们厂子还真找不着一个。嗯，我们聊了半天修车方面的事儿，嘿，这丫头真不含糊，车修的不少，最后还跟我辩论上了。哎，就我这嘴，差点说不过她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还说呢，嘿，多好啊！你当初你还不想见呢，你。我一看呢，天快黑了，得，请人吃顿便饭吧。那应该。我就要了仨好菜。嚯，我就问他，哎，喝酒不喝呀？人家说随便啊。我就要了一瓶二锅头，结果我们俩玩一对撅，全给喝完了。嚯，这还挺能喝。所以啊，我夸的是女中豪杰，是穆桂英啊。结果人家说了，穆桂英，穆桂英是谁啊？穆桂英会修车吗？逗不逗这话？说真的，爸，像这样的姑娘，我还真是头一回见。哎呀，真行！哎哎，你没跟他聊点别的？你没问问他们家都有什么人？他住在哪儿？哎，你都打听了吗？问这干嘛呀？合着半天光聊修车了，没聊别的。修车就够聊的了，哪有功夫聊别的呀？这些，你看看，这有这么相亲的吗？啊？走，我回去了。嘿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上次跟你说，没准哪天轮子等不及你了，再跟别人好上。这事儿啊，还真让我给说着了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严厂长给轮子介绍了一对象，听说还挺漂亮的呢。是吗？嗯，你不着急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轮子不可能去和别人见面啊？那他去了吗？当然去了，这刚回来。他不光是去了，还跟人家逛了北海公园，聊大天，还请人吃了一顿饭呢。就刚回来的时候美滋滋的，把我给气的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怎么不是真的呀？我还能蒙你不成啊？新平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啊全赖你。你想想，轮子他是个人，又不是和尚老道。我要是轮子呀，也没法老等着你。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反正我把这事儿跟你说了，你交给我的任务呢，我也完成了。你呀，就自己想开点，别伤心了啊。说什么呢你？什么叫我别伤心，想开点？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能说明什么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相信轮子会和别人好。你怎么还不信呀？我就是不信。我告诉你，莲子，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接下来轮子下一步有什么行动，和那女的有什么样的发展，你必须给我盯紧点，及时告诉我，听到了吗？你还让我跟你盯着呀？哎呀，就像这样没良心的人，你还惦记他干嘛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他想甩开我，没门儿。这个我们呢要换新裤子了，啊对，要往外兑。啊，嗨，你这儿可大多了。嗨，谢谢谢谢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嘛。啊，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过来看看。对，啊，啊对，啊就这样，我来人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抓紧抓紧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。哟，侯老板，老板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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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叔叔您讲，行，不用客气，快，不用客气，哎，侯老板啊。这地方真的要对着咱。我说您这消息可够灵的啊，这风刚撒出去人就到了。那咱就好好聊聊。好，这地方啊我真的是特有兴趣的。嗨，这事你能做得了主吗？好歹我也是这儿的老板呀，这事儿还就我说了算。哎，大爷大叔，爸，来进来啊。哎，就这儿啊。就这儿啊。好啊，林子，要不是华子告诉我们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就自个儿做什么？大爷，本来是想啊，等那合同正式签了以后，再请你们老哥几个过来参谋参谋的。那废话，签了合同，我们还参谋个屁呀！得，我又错了。你们老哥几个好好考察考察吧。哎，只要你们说不行，我立马就换地儿。
这还差不多啊！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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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迎几位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。这是老板，姓田。您好好看看，不拘合理。行啊，老板，在行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，这地儿不错吧？行，这儿可够高的，比原来那地方可宽敞多了。是，那啊，哎，要帮忙的时候跟我们言言啊。就是啊，那什么，这后面还一大院子呢，赶快去看看啊。后边还有呢，别走，别走，咱看看去。回去啊，张老板。好。您慢走啊！哎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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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师傅，这帮小子要玩真格的了，还真有不知死活的。这事儿咱老板肯定知道，他们想接这店，门都没有。跟我走着。老田，这几天够忙活的啊。你想怎么着？不想怎么着，我就来问问，我老板跟你说那事儿，您考虑清楚了吗？我没什么好考虑的，全都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店我已经转让出去了，让你们老板啊死了一条心吧。哟，长行势了，说话底气够足的啊！怎么着，找到靠山了？你还真说对了。别看我斗不过你们，可接我店这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主。嘿，那我全都倒要知道知道。谁啊？你也是国营厂出来的，国光厂的李修伦，你知道吧？李修伦。国光厂的轮子，你还真知道他呀？我知道他又怎么样？不怎么着，全子，别看你挺横的，其实你就是你们老板的马前卒，竟让他拿你当枪使，还就知道捡软柿子捏。打今儿起啊，我再不受你们的窝囊气了。有本事啊，跟厉害主斗斗去。得了，我不送。您还跟着狂上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老田，这店儿啊，他早就姓徐了。谁也甭想把他抢走。不信啊，咱就走着瞧。我得提醒您一声，我在厂子的时候啊，确实听过轮子这小子。他在这行啊，还真有一号，说不定啊，也是个硬茬吧。对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哎，老板。我听说他们快签了，成，您心里有谱就成，放心吧，啊，这我给你盯着呢。哎，忙得怎么样了？交给你事儿办的，哥哥，全都办妥了，这么快？明儿人就交钱。啊？不是，那咱们这铺子谈了多少钱出去？我。够高的，咱这铺子让咱做出信誉来了。眼看着满大街那车是越来越多，那修车的买卖是要火呀。一听说咱这铺子要对，那呼啦啦来了一帮人呢。我就抖了个小机灵，跟他们来了个竞标，拿张三的钱压李四，拿李四的钱压我二麻子。结果老周出了这个数，老周说好来，明天咱们交钱，后天咱就给他腾铺子。行啊，小子啊，这事儿办得漂亮。那是。咱天生就是一个做买卖的材料。你看，你看，一说你胖吧，你就喘。你和老周啊，赶快把事儿办瓷实了。伟民，把账好好盘盘，把手里的钱归拢归拢。后天呢，咱们就到老田那儿交钱签合同。田老板，钱我们已经带来了，抓紧时间签合同了。那就签吧。好嘞。等等，老田，干什么呢？你想干什么呀，老田儿？都说你老实，感情你这么个老实法的啊？您把这店转给别人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
废话，我的店我想转给谁转给谁，凭什么经过你同意啊？对，就是不经过我同意，您是不是也得经过房主同意啊？老田儿，这事儿办得忒不地道了。您这店的租赁合同还有三个月就要到期了，三个月后这店还是您的吗？您现在把店转给别人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不是坑人吗？我坑人？我都跟办事处的王科长说好了，这个地方再续我三年。他答应你了吗？他跟你签合同了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吧，早就说好了，这两天就签。哎呦，那您赶紧扫听扫听吧，我怎么打听的不是这么回事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告诉你啊，这店儿啊，他早就姓徐了。甭管哪儿来的，什么样的人，想抢这店，门儿都没有。老田儿，给我想好了啊，我老板说那价，赶紧考虑考虑。多想一天掉一成，想两天掉两成，超过五天，可就剩的不多了。好好琢磨琢磨，啊。你说我担心多余吗？田老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哥几个在这待会儿，我赶紧去趟街道办事处。走，别去了，一块儿去吧。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，走走。轮子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房屋使用年限，从哪年到哪年，你得仔细看清楚了。是是是，我太马虎了。不是，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老让我姐夫逮着你拐。哎，老板，田老板，怎么样？去了没有？说话呀！办事处说呀，他们听说我不干了，要转让地方，又不跟我签了。三月以后要收回这房子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肯定是胜利车行徐老板背后搞的鬼，要不然办事处怎么知道我要转让？这姓徐的也忒恶了，不把我这地点收过去，他不死心。合着这街道要跟胜利车行续约去啊？现在还没有呢，早晚的事儿啊！给我玩了个釜底抽薪，得让我怎么活呀？不是，老田，你说你办的叫什么事儿？啊？合着你还没续约呢，就敢把铺子转给我们？我们的老铺子都已经盘出去了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，我真没坑哥几个。那天办事处的王科长真找我去了，让我赶紧续签去。当时我就想了，反正我要转给别人了，到时候我带着人一块续签去。哎，也省得做变更，谁想到让别人给钻了空子。行行行行，别说了。咱怎么办呀，刘子哥？魏民、少华，你们都听见了，这田老板也不是故意的。他是不是故意才把咱们给坑了？你这事儿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坑了。能别说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说这有用吗？田老板，这合同是不是还没到期呢？是。那这段时间我们都得想想法子。我这么跟他们一说啊，这帮傻帽全傻了。放心吧，咱既然文的管用，我就不跟他玩我的了。嗯，我已经跟那个姓田的下了最后通牒了，估计不出两天肯定跟咱签合同。嘿，行啊，放心吧啊，请好办。嗯，这新年还没做瓷实呢，这老店就给盘出去了，新店也黄了，做辣了吧？哎，现在蛮用也没用了，现在咱们还没到山清水净的时候。我大爷说的对，只要他们和办事处的合同一天不签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哪还有机会啊？除非办事处跟咱们签合同。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办事处的人啊。哎，这办事处是不是归区里管？大爷，你问多新鲜。办事处当然归区里管了，可你们还记得吗？当年咱们修那辆奔驰的时候，带老外来的那个管工业的洪局长，现在可是副区长啊。是吗？哎，我也听说这事儿了。这当年这个轮子给他修大奔的时候，这洪局长可是高兴坏了，他还一个劲儿直夸轮子呢。这事儿他应该记得呀。另外，严厂长和洪局长的关系倍儿铁。
要是他帮轮子说出去，这事儿啊，没准真有点希望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大爷，大叔，爸，有劳老哥仨跟严厂长说说去，给您作揖了。瞧你们这几个小子，找我大师弟去啊！他敢不给办？他不光给咱办，还得快着办。马齐了，师傅，合着这地方还真成他们的了。这帮孙子道行够深的啊，还真把续约手续签下来了。那咱老板不白忙活白花钱了？咱老板是谁啊？这帮孙子等着吧。上班了。赶紧卸货！不是一上来卸货的。怎么样啊？这车还行吧？哎，别说给，就这么一破二手车，让你去收拾，还真挺好开的。你以为呢？那天我这一踩油门，蹭蹭的。哎，开着车慢着点啊，别给我剐了蹭了。小心眼劲儿的，我剐了蹭了，不是有你呢吗？哎，你们哥俩忙活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嘛去？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不用。哎。是不是又要跟你那对象见面啊？哎，昨儿你们打了一通电话，快说哪儿约会去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今儿我一大哥出去了，我接他去。哦，是那塔哥吧？哎，肯定有事啊！赶紧下火车，快！哎，拉过来了是吧？改锥15个。眼镜是7个，几个？7个。哦，开口14个。嗯，姐夫，嗯，我不行了，饿得真不丁了。哎，我想吃那卤煮了，走着。你走你的吧。走着吧，喝一口去吧。你姐给我家里留饭了，一会儿回去吃去。哎，行吧。哎，那我轮子哥也真是的，哎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不定哪儿喝去了。嗯，好吧。老板。哎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请问您是这儿的老板吗？我是啊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您这儿需要人吗？我们这儿不要女的。我不怕吃苦，什么活我都能干，保证不比男工差。那您会干什么呀？打扫卫生、洗衣、做饭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做饭，你手艺怎么样啊？我在餐厅帮过厨，我做的饭菜可好吃了。姐夫，嗯。那咱这儿正好缺一杂工，要不然他得了。不是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刘春燕，我是贵州遵义的。哦，不过我们这儿杂工工资啊都不高。没关系，只要有我住的地方就行。得，那您就试试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谢谢。鞠一躬，说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叔叔。不是怎么意思？这是？这是我儿子。那对不住了，我们这儿啊不招带孩子，您不行别地儿试试吧。妹子，听见没有啊？您可真行，带一孩子来应聘来，那不是起哄吗？撤吧。念念，跟老板叔叔说再见。老板叔叔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不好意思您了啊。带孩子真没法弄。我准备送哪儿了？对，我得走了。你真不去？赶紧走你的吧。早上记得叫我啊。行，那走了。妈妈，我困。妈妈这就找睡觉的地方去。哎，我说妹子，没走啊？你说这，你带着这个孩子，都这时候了不回家，坐这干嘛呀？没地方过夜啊？得，
起来，起来，走着呀，孩子，跟叔叔走。孩子，跟叔叔进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回来！哎，不是这怎么意思？这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拿主意了，把他们留下了。什么就留下来了？这又不是托儿所，这带孩子怎么弄啊？这个你没瞧见呀？都没地儿过夜了。啊？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找着工作，身上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。你瞧，你瞧这惨劲儿来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先让他们在后边将就一宿，明天白天再说，行吗？不是，可是你可是什么呀？可是就这么定了。孩子，跟叔叔走，来来。好嘞。来，进来吧。这地方就是脏点儿，凑合一宿吧。啊，谢谢您了，老板。说别的都没用，早点休息吧。大平，不错啊，师傅，这不是我们打扫的，不是你们打扫的，那谁干的呀？老板，早上我做了点早点，赶紧趁着吃吧。哟，姐夫，他还给咱们做早点了，嘿。这女的哪儿来的？早上，我不想再看到兄弟车行开门。有种今儿你就把我打死了，只要留一口气儿，甭多了，我这一扳子掀你脑袋上就得了。一想到几年前出那事儿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但愿可别真的出了人命啊！